女神战机开到了十九福啊，之前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。这个妹子啊，这个游戏之前呢、啊、好像就有出过了啦，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，有印象玩过，我记得好像会有女优的名字吧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就继续玩下去就知道了，应该跟我印象中那一款是差不多的。要来杯啤酒吗？哎呦，默默的这样子还能开到十九伏啊，这是我的天命女神。雪哥，要来杯啤酒吗？角色都很香的哦，这游戏也就是角色很香了。哦，要下载 A 区，我有在我的后台找到了，是2021年七月的时候我有上传影片的，那个时候叫做女神都市，当然它还有其他名称啊，有叫做女神危机啊，还有放开那女孩。报告有没有玩过啊？啊，没有玩过的话，无氪玩一玩吧。这角色很香的、啊。不要瞧不起服务员啊，混蛋！虽然一开始前面的画面啊，那些主页看起来就很破旧，但是既然战斗这些妹子的香度依然保持得很好。不过估计也是氪金游戏了。好，继续推关，这边跳过，有加速，然后还可以开自动。跳过战斗的话，还没有开启啊。快速滑动释放合集。哦，解决。我看一下女优的名字、哦、要看到那个我才会罢休。OK。我今天第一天上班。进行升级。这游戏也是推土的。跳过。开启挑战。楠楠。全秒 ，BOSS 出现了啊！十等以后才开启自动啊，我的嘞！滑一下，他们会爆一耶！当角色两位角色都可以放大招的时候，你就由左至右这样滑一下。他们就有合体技了。一键领取。我可能爱上了一朵玫瑰。讨厌，油嘴滑舌。你的作业呢？请将手机竖过来。亲密度提升了啊，好感礼盒。哎，他丝袜破掉了，因为我的滑动的关系吗？前往获取。有没有新角色加入我啊？哎，刚刚那位好像就是女优的，那个穿和服的。那三个技能都可以释放的时候，是不是有三连击啊？哎，真的有哎！不要瞧不起我，你要死的！都爆一！虽然是两年前的游戏啦，今年来看的话，如果你本身没玩过，还可以哦。这个香度压过它的品质哦。OK。
我可以跳出去吗？还不行呢、喔。这次是 BOSS 吗？应该不是吧。第二波，左上方看到了、啊，那我切个大招给你。不要瞧不起我，我要赢的。暴衣三年级，谢谢各位，看到我的暴衣三年级了没？这里，女神还在继续收起，所以我要继续推关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山上优雅，就是那一位，没错。这边要战斗，战斗的部分跳过好了。欢迎来到女神召唤，选择我的召唤类型，我要这一位。哎呦，胸前今天的工作完成了吗？太丰富了，跳过。天命女神啊，提升约会等级，再都会换衣服、哦，而且衣服应该是越来越少的哦。进行约会，好，他约会是这个样子啊、哦。好了，我都点他，会发生什么事？你把赶快换个衣服给我，你换不换啊？耶、这里可以点吧？哎，他不是有那个吗？咱们不能看了、哦，不好玩。约会一集，所以我要一直推棺材拿得到天命情书啊。那你有没有送什么东西？要来杯啤酒吗？我好感度。好啦，我们就看其他地方好了，看一看就差不多了。剩下都要推棺卡啦，是至尊卡。再来呢，手厨嘞，新人礼包啊。哦，送这位角色啦，白梦琪，然后招募高级召唤，我还跟着抽一个、欸，抽一下吧。哎呀，这个也会抽到碎片的、欸，哭啊！70000到，这新手导引真的很老旧、欸。他那个废话还是很多、啊，嗯，就只有这样而已哦。有没有什么开服福利之类的？啊、哦，第二天会送珊珊优雅。嗯，好了，整体就是这个样子啊。喜欢的话下载玩看看吧，大家拜拜。